你要注意一下哦，这样点对不对？下来，这是右点哦，再来一点，再往下一点点，再往左边点就是左点，从里面出来，好不好？然后呢，这样过来，哦，然后这样过来，往这边收一点点，这样对不对？好，这样过来。切，慢慢再过来，对不对？这样对不对？完，你不一定要完全勾，因为等一下会把它盖住。好，从这里过来，回收，从这里让它粘住，粘住这里就不需要勾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已经是把它粘住，看不到有没有勾。哦，这是薄哦，啊薄这里要细长，你不要写太胖哦。还有你这个碗。碗这里叫做竖点，然后这里叫左点，然后这个地方上来按，然后按颜真卿有特别的习惯，就是哎，这跟柳公权刚开始是写法是一样。好，这样对，出去点，哦，这个这样过来，拐一点勾，对不对？哦，然后这里，哦，到。这里平行出去，按重一点点，往右，往右往斜的方向，然后勾上去，好不好？这得先打。那当然也好，可以这样写来，这样比较难哦。这个宝字因为笔画比较多，好，这里从这里出来，好不好？这嘛是一点啊，这感觉哈。然后呢，一、二。不需要说的太明显，但是稍微不要太深就好了。这个是一个火，一个火药哈，点酱缸的感觉哈，哦，然后呢，直了下来收笔，再往右上，然后慢慢的圆，有一点方，有一点圆，这样下来对不对？回收一点点，不一定要勾。好，一、二，一点点哈，好，这样过来，然后从这里。这样对不对？点在这里，回收。好嘞。好。啊，这里不好看，要怎么写？要写窄一点。它窄呢，就是两个。窄就让空间给这边。哎，紧密一下，好。好，然后呢，它有两点，对不对？下面往旁边出去，这里本来就，这里就较扁了，看一下。就自己慢慢有点写了以后，自己慢慢有感觉，嗯，整个身体手没办法控制，他就爱瞎接啦。就脑袋瓜想到，手不到。哈哈哈哈哈。瞎接，我是很好。